主播凹凸兄，大家好，我是草草。每一回主播凹凸兄的节目内容，都是集结我们主播群的巧思，将您增添生活的色彩。尤其随着四季的时事变化，我们每一季节目端出的菜单都有经过巧思，很不一样。也希望观众朋友看了之后活力满满。举例来说，下午茶时间，韵祥主播要带着观众朋友去找一位韩籍的烘焙老师，有什么特别呢？要学做超级梦幻的镜面蛋糕。那么想要做出漂亮的镜面蛋糕，这不简单，必须自己学习自制酱料、调色、淋酱，最后再发挥创意装饰。韵祥主播挑战制作海洋风大理石纹路的蛋糕，成果如何呢？我们赶快去瞧瞧。主播翠露，今天带大家来到工作室，我们要来学的是镜面蛋糕。欢迎韩国杰老师、金老师，啊，你好，谁哟？你好，谁哟？啊，你好，谁哟？金社长，你哒。哦，听不懂，我是金金金老师，金老师，金老师。嗯，那我是韵祥主播伊米达，对吗？对。好啦，我只会这样一点点，只有打招呼。好啦，还好老师会说中文。那老师，我们今天就要来一起跟大家呢，来体验一下怎么做镜面蛋糕喽。镜面酱，我们今天就要加上这些的颜色，然后去调色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那我们要做哪些的颜色的蛋糕？今天我们想做的是，你想做海洋，对不对？对。再来是大理石。大理石。那大理石你想做什么颜色的大理石？大理石哦。我看我今天红色，我们就来搭个粉色红色系，怎么样？粉色红色系的大理石也可以啊。好啊，那我们要怎么调呢？那我们先调海洋的颜色。我先转一圈，画个爱心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要搅拌看看，搅拌看看，好，蓝蓝的哎，好像海的颜色，为什么搅两下就看起来就好美啦？哇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行，要均匀，不行，搅均匀，第一个动作就被老师打枪。浅蓝色的话，蓝色加白色。这样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白色多一点点，白色多一点，两个就是有差异比较好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多一点好了。真的？对呀。那我就整罐倒下去喽。不可以。粉红色加粉红色。哦，这个要加粉红色。一样是不能半罐。太多。哦，太多。就是你看量少就量多。没错，没事。就大理石的纹路比较深而已。好，继续呢。我们现在刚调好酱之后，现在要接着做什么呢？这是我前天做好的慕斯蛋糕体。慕斯蛋糕体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那个刚调好的镜面酱这样淋上去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从中间开始哦。好紧张哦。老师，你怎么走啦？老师，我的海洋开始喽。我淋上去了。而且我手没有抖老师。看似顺利，老师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喽。等大家全部都淋完，我的海洋已经出现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浅蓝色，淋旁边这边吗？好，我的浅蓝海洋来喽。哦，老师你怎么要走啊？我在这里啦。可以吗？然后你的波浪，我要压到了。没关系，那边可以等一下放贝壳就好。我的海洋完成了。接力，不对，失控，老师，我的大理石怎么长得有点怪怪的？老师，没关系，老师已经说不出话了。好，老师，我们的镜面蛋糕已经淋酱完成了。老师，你看。我的作品很成功吧？还不错。这个呢，就老师做的，是你做的。好啦，我做的啦，我的 NG 爱心大理石在这边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补救一下。在蛋糕上面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装饰。先来放个贝壳。对呀，就这样子啊。好美哟、哦！给你用，好满的贝壳哦，很满哎。我还有美人鱼，你还要放吗？好吧，我们这个海滩很热闹。
很多东西。那美人鱼是要插进去的哦，可以插吗？但是我们要插下去了，这个是正面。啊！老师，这个蛋糕应该是目前排名你的学生里面第一个最恐怖的蛋糕吧？印象最深刻的，印象最深刻的蛋糕。的爱心装饰已经完成喽，还有我的作品，哇，老师原来还有一个作品是先做好，甜甜圈，好漂亮哦，对啊，现在我们来试吃了，老师，对，好期待哦，好看看，试试看，老师，你说这里面的内馅是什么？柠檬慕斯加覆盆子果冻，哦，试试看，最下面是海绵蛋糕。好吃吗？好好吃哦，里面是酸酸甜甜的，对，而且上面的我们那个镜面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口感。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师哦，教我们手做镜面蛋糕，然后呢还准备这么丰盛、这么漂亮的下午茶，主播出任务成功。哇，刚才看韵翔主播做的镜面蛋糕真的是视觉味觉上的一大享受，而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，即将要从春天进入到夏天，在冬天有天冷的食补做法，那么春夏也要好好的滋养身体。韵厨主播带我们找到主妇的好朋友，要教大家两道在家里面就可以轻松做的汤品，甚至你家里只要有电锅就可以煮咯，连刀子都用不上。辛苦的上班族千万不要转台，因为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些食谱只要下班回家3分钟轻松搞定，春日养生汤。持续进入到春夏了，大家都以为说呢补身体是冬天才要做的事，但其实春夏也要让身体来滋养一下。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主妇的好朋友沙太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太太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特意帮大家挑选一下春日养生汤的食材哦。好，那因为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用最快速、最短的时间可以完成这个养生汤，所以我们呢会选用这个猪肉片吗？对，猪肉片就可以制作了，这样子大家就不用想得这么复杂，或者是取材，我觉得也相对的容易多咯。材料备齐了，要做什么呢？当归肉片汤，而且它材料超级简单，该不会做法真的很简单？超级简单，甚至不用用到刀子吗？哦，对，其实不用用到刀子，对，我们不用用到刀子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我不用刀子，为什么用到刀子？我刚着急在那边磨刀霍霍。我们第一步骤就是水煮滚，对不对？好，水煮滚了，然后呢，先把我们准备的这些药材放下去，当然主角就是我们的当归，当归，然后再放一点这个香参，下红枣这一点哦很重要，很多人就是整颗它就下下去了，可是这样子的红枣味道不会出来，所以呢，我会建议就是先把它掰开哦，让它这个味道可以出来，对，然后我们下枸杞。好，枸杞跟这个红枣都是比较甜的，其实是增加整个汤的甜度啊，所以我们调味料就非常简单，只有盐，也没有味精跟糖，那这个很健康耶，很健康。中药材放好之后就可以下肉片了。对，你看我们这个已经准备好解冻好的肉片，然后就下去，你看你有没有闻到这个汤的味道？甜甜的，甜甜的，很甘甜，很甘甜的香气就冒出来了，而且感觉很开胃，因为春夏的时候其实渐渐天气变热，胃口就会变比较不好，而且肉片很薄，它熟的速度非常的快。那这一道菜你也可以用排骨啊，或者是鸡腿，对，鸡腿都可以，好，肉类都可以，基本上完成。煮完了，有没有快？3分钟，对不对？就算是下班回家，你觉得今天身体特别疲劳，想要喝一点补汤，就算是完成了，而且连刀子都不用。真的，春日养生汤。当归系列的肉片汤完成，完成。春日养生汤进阶版萝卜炖牛腩，对，但是呢，也还是在大家很容易操作的范围之内。好，那你说人家容易操作的范围，就是我当标准了，对对对，就来看看，真的是不是很简单哦？这样对吗？
对对对，你就削，尽量的往还是往皮上面削，那你这样太浪费了。我已经削了，他已经把萝卜的那个很大的一部分都要削掉了。我已经削到萝卜的心了吗？我在。OK， 很好啦，以初学者这样子已经很赞。来。标价，标价，竞标，竞标。好像我们今天的牛肉会准备比较大块，不然你今天这样切的是比较大一点。真的好像蛮大的，你这样切的比较大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来改刀，对切就好了。你看啊，就这样子。啊，我以为这个有带骨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牛肉条这个我们不带骨。牛肉条不带。对对。等我们的虾太太切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直接下厨炖煮喽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当归肉片汤。对，哎，先看一下它的汤，你看它的汤很清澈。啊、我们今天放梅花肉片，它的油脂很漂亮，它就会带一点油，不会太涩，然后喝起来也会比较温润。嗯、是不是？有没有吓到？吓到，惊艳！我还以为这么简单的做法，怎么可能？对对，这是一道非常适合下班快速的汤品。还是是因为透过的是主妇的手，有一个魔法的力量，喝起来很多层次的感觉，有甜的，就是有这个中药的甜，而且它中药没有放很多哦，还有肉片的甜。第二道春日养生汤上桌啦，会不会比上一道让我更惊艳呢？而且我们刚才完全不是演的，对不对？真的非常好喝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我们今天煮的汤都有点魔法，就是怎么那么简单，可是喝起来就是哇！我真的有吓到，我想说我的手艺有这么好吗？会不会出了这个门，我的手艺就消失了呢？小朋友啊，或者是有的人是不吃香菜的，所以我不会一开始放。但是敢吃香菜的人，我觉得这一道汤品去放香菜，其实味道会很好。所以就把这么简单的两道春日养生汤都分享给大家，不妨大家下班之后回家也试试看吧。完成。先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要带观众朋友去看看淡水有一间近百年历史的汉饼店，传承多年，中式汉饼古早味，主播凹豆中带您大揭秘。淡水是不少人休闲放风的好去处，观众朋友知不知道，在老街内有一间近百年历史的汉饼店，这老字号招牌吸引了很多的顾客上门，而且很多新人结婚的时候就专程来买这个大饼，分送给亲朋好友喜悦。古早味的大饼非常好吃哦，才能够传承这么多年历久不衰。小雨主播接下来要带大家尝一尝这传统汉饼的好滋味，中式汉饼大揭秘。今天呢，没有要去渔人码头，也不是要来逛老街，因为这些景点呢，其实相信大家都已经来腻了。今天我们一样是来品尝美食，那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要来吃这古早味的汉饼。那来到这么一间店呢，其实我们当然要找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在地美食特派员森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森林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一间店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特别带我来这一间，因为这间店呢，它有快要100年的历史。那我们淡水人他只要有这个结婚的时候，就会来买这个大饼送给亲朋好友。其实古早味的大饼非常好吃，哎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好吃。今天呢，其实也要带你看看不同的大饼，还有很多种口味，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挑选吧。OK， 走，走。老板好。哎，欢迎老板。我今天带了我的好朋友乔伊来买最好吃的冬瓜肉饼。好，那我们听说是不是我们店的招牌就是冬瓜肉饼？对，是美。刚看我朋友，对，刚刚看很多人买，对，刚看超多那个，对，大家观光看来是不是？对，来逛一下就会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老板，我们这个你说特别的在哪里？就是89年配方都没有变，89年老味道。刚刚有跟你讲说，我们这个饼铺已经有快要100年的历史，近百年历史。对，老板很厉害，这个配方。不是，我自己也想不到为什么那个，因为既然有效就不敢变了。对，
因为其实是好吃嘛，就其实口味就一直传承下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这里你最喜欢是哪个口味？我最喜欢呢是油皮咖喱，就是它有咖喱口味的这个卤肉的这个大饼口味。对，喜欢吃甜的人，他也可以选择油皮红豆抹吉。讲了那么多，不如我们到直接到现场看。好啊，好，走走。那我们刚刚呢，在这个饼库里面看这么多口味跟款式的大饼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实际来到这个工厂里面，就是制作的生产工厂。那这个需要多久时间呢？冬天要一个小时啊，夏天45分钟就好了。哦，为什么冬天比较久？因为冷啊，它那个精度打不出来。所以这温度跟整个环境都是有关系。当然了，当然了。那个旁边亮不亮啊？有没有？现在越来越亮了。很重，很重哦，对不对？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。那个老师，我们两个才有默契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你这样大概称重要称多少？你来互动，来互动。老板，你要跟我讲话。你跟你讲，你讲你啊。可以吗？老板，我们这样重量大概多少啊？你怎么大概多少？你现在重量？5460公克，这么精准？对，5460公克。换我来试试看了。往后面，往后面，往后面赶，不是？往后赶，不要往前赶。好 ，OK， 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放进来。啊，把它盖着。好，把它盖起来，这样。对。等一下哦，这样。可以。把虎口嘛，再来转这样，好像包的比较好一点，有吗，老板？我包比较好一点。对对，可以可以。要进烤箱。OK， 刚刚呢压模完成的饼呢，现在全部要通通都要送进去烤箱里面烤。进去烤炉的时间大概要多久？5分钟，总共25分钟。做得很好哎。对啊。真的，你可以。老板有没有做得很好？可以来打工了。我才不讲话，你这是我干爹。好了，那我们赶快来吃一下。好。好。嗯。它真的不会很甜哎，因为其实我还蛮还担心，就是说因为它是冬瓜糖嘛，就我感觉一开始担心说会不会太甜，可是完全不甜，而且非常的好吃。一些外来客人一直要求说要加蛋黄，哦，所以其实让它口感就是比较滑顺，比较没那么腻的。对，重点在于加蛋黄。对，为什么？嗯，因为就是咸跟甜味综合，阿里山的高山茶。哦，给大家喝配比，然后喝个相对就是说可以过一个开心的下午。对，吃好饼配好茶。我先到访这个老店，也提供给这个各位观众朋友，下次来淡水呢，有更多的这个美味的午茶的好选择。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为了能吃更多的美食呢，当然要不定时起来动一动。如果上班很忙，下班没有时间往健身房跑，定竹要带大家学习徒手健身，稍后来看。好，相信观众朋友呢，很多人都秉持着能吃就是福的宗旨，但是吃多了美食会不会担心囤积在小腹、大腿或是臀部变成脂肪呢？尤其现代人上班超级忙的，下班也不可能天天都往健身房跑，所以今天应竹主播很贴心，要带大家学习徒手健身的方法，像是家里面的酒精瓶可以取代哑铃，连吸尘器都可以变成运动的道具，让你做家事的同时兼顾运动，在家里就能够轻松健身。上半年连假很多，你也跟着吃太多了吗？赶快跟着主播一起来动一动。既然
轻人做运动当然是讲求效率啦，所以我就来到了这个运动教室，找到我们的健管师昭文。大家好。昭文呢要先带我们做一系列的量测，因为呢从身体的数据就可以反映出来什么样的运动最适合你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现在应该要量测，知道自己的身体组成，这样会更有效率的选择自己适合的运动哦。来吧。体脂开始吗？对，体脂、肌肉还有我们身体的水含量，这些都很重要。麦克风真的有重量，要把它剪掉啊！遮起来！妈呀，它一直往上升呢，这样对吗 ？OK， 麦克风先减个1公斤哦，我过胖。只有0.，你减了麦克风就没有过胖。他说我过胖哎。刚刚主播崩溃完之后呢，还有第二项的身体数据要来了解，那就是自律神经有没有失调呢？因为其实它跟体重也很有关系哦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量身心灵的指标。量测完毕。哇，心情稳定度不错哦。哎，为什么主播你的白天为什么嗜睡啊？哎，这个很准呢，我可以马上白天就进入到睡眠状态，我好想睡觉，好累。刚看到主播白天嗜睡又疲惫，晚上下班又懒得去健身房，实在好累，所以呢要在家里就可以运动。我们请到的是嘉金教练。嗨，大家好。教练要教我们呢，在家里随手唾手可得的东西就可以拿来健身，上道具吧。这就是我们的道具。我看到我又疲惫了起来。来吧，这是怎么样？要怎么样？这样子扛，这样就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吗？好，当然不是啦，其实运动还是有一点小小小小小 小的技巧，是不是？疫情结束之后，家里是不是有非常多的用酒精瓶？对，那今天也可以拿来做运动哦。好，首先呢，第一个动作是把两只手举高，平举，收小腹，抬脚，收小腹，抬脚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训练我们的腹肌，还有我们的大腿的肌力哦。非常简单，试试看吧。我可以就举个手就好了。先平举。然后回来，哎，很好。所以这个如果在家里拿水瓶啊，或者是只要有水的东西，有重量的东西，应该就可以。是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加重一下重量喽。OK， 好。两瓶酒精是没有办法燃烧我的体脂肪的。哈，来，请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吸尘器。很重哎，不会要像刚刚那样举吧？出去。所以它其实练核心肌群很好的一个运动。来，回来，来这个动作呢，首先就是把你的脸，什么东西？想要上镜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不会用。对。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各位在家里辛苦做家事的人们。让主播回家多练练，下一次的主播奥斗中再来验收我们的体脂肪吗？观众朋友还想看主播奥斗中带你去哪里玩呢？欢迎来到我们的主播奥斗中脸书专页按赞追踪，并且多多留言分享互动，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一回见了，拜拜。